哇，这边这边现在全部都是被往前推了。刚刚好那看到有只鸡啊，黄色令旗，然后有放在咱的妈祖宫的头前，唔知是啥物艺术。我这边吼，大家哇，完全不敢在前面举办，不行，我现在这里哇，心跳非常的急。再上会，来乡下来欢唱大家吧。1989年开始扫的时候，这笨手音炮吧，笨手音台湾不是鸡，台湾鸡音炮，但是我一开始，空气里面都是那个泡烟，很重要的就是要把它分类回收。你们还可以一边说好了是一边就分类好，同时那个不同人做。我们一开始大概二三十个人开始做，我现在大概上千个人次来做这个。林茂贤老师，哇，整个大甲妈拢是你的教室对无？对啊，我想吼，咧学生啊，伫迄个教室内底吼，听咱讲大家妈祖安怎做，伊完全无落感受，伊一定爱亲自来行一撮，至少三工，啊若无会死档。我拄着你的学生，伊伫遐倒咧在喘，我会较有够听，但是老师叫我来讲。